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糟了，要挨揍了！我得想想办法救我自己。你倒是说话呀！饭菜都凉了。妈妈，我冷。冷冷，你都不知道回家啊？我和朋友们到玩谁的妈妈最漂亮比赛。嗯。他们说谁的妈妈最丑就最先回家。然后呢？我心里想，我的妈妈肯定是最漂亮的。哦。外面的天又黑又冷。我是又冷，肚子又饿，我一时间是当了最后台丑。哎呦我的妈！他们谁的妈妈？那我的妈妈漂亮。宝贝，你辛苦了，妈妈给你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，走，我们吃饭。你别笑。和妹妹扔东西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是哥哥，应该让着点妹妹。所以我就把水管让给她呀，谁知道她会摔。哎，叫你们打扫卫生，你们都少了些什么呀？我要充电，妹妹非要给我抢水管。妈妈，难道我要做家务错了吗？当然没错啊。那这地就该我冲。嗯，真是乖孩子。哼，意思我就是多余的呗。当然不是，那你说这地该谁冲？糟了，谁冲都不合适，不能打击他们劳动的积极性。还有了，妹妹来冲，你来扫。阳光在风扫白发，你是最强的、最棒的、最亮的、最发光的，忍不住一发芽。你是最好的、最巧的、最妙的、最骄傲的，尽情的生。妈妈，妈妈打扫干净了，真的呀。可真干净，孩子们，你们看真棒！妈妈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爪门。爪门，爪门什么？爪门，怎么跟你解释呢？爪门和大门是什么关系呀？大门，大门是我哥呀，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们都是门儿啊，没关系吗？你像什么呀？你们两个是些什么啊？那是蚱蜢。蚱蜢、嗯、蚱蜢是害虫，跟我大舅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蚱蜢有什么本领呀、啊、蚱蜢可厉害了，专门损坏庄稼，是坏蛋。说的呀，那有什么下面他？宝贝你别怕，他有天敌的奇梗，奇梗就专门吃他的。奇梗、嗯、奇梗又是什么呀？有人你像什么？妈妈，那不叫奇梗，那叫青蛙。哼，我知道，那就是青蛙。那你还对我说是奇梗，真不知道你的老师怎么教你的。教妹妹的。是不是谁拿了我的篮球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都不承认是吧？今天让我抓出来，你们可就完蛋了。李婉儿，是你吧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他吗？妈妈，我想玩篮球。现在不行哦，别人都在午休，两点以后才能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孩子最听话，应该不是他。潘振阳，那就肯定是你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有小一点的篮球吗？没有哦。这个太大，我都走不进去。所以你要多吃点饭啊。那我现在能拿球去玩吗？不行哦，要再等一会儿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应该也不是他。你相信？那就是你咯。你又要冤枉我。又说我冤枉他。Hello。妈妈，我想玩篮球。现在不行哦，别人都在午休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不行，还要再等一会儿。那好吧。对对对，肯定就是他。李婉儿，最听话。应该不是你，唐振阳，力气小，也应该不是你。那么最后的真相就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你们的球吗？哎，我们的球怎么在你那里啊？对呀、啊，刚刚我拿错了，我以为是我们家的，我拿回去家里还有一个。篮球是被别人拿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就知道，篮球不可能是你们拿的嘛。
儿子，记得给妈妈打包哦。打包？嗯，给谁打包？给我打包。妈妈，我不敢。别怕，我叫你打你就打。好吧。我爱你就像风中那千万里窗。妈妈，你帮我。你干嘛呀？妈妈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什么尽力了？你不是叫我给你打个包吗？哪里？不是打起来没有？我是叫你去外婆家吃饭的时候给我打包，不是让你打我。你误解啦！哼！哇！你是谁呀、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人送外号“女诸葛”唐妖妖是也。是不是想长高？想了想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光合作用？哪里？植物在太阳的照射下，它变得枝繁叶茂，茁壮成长。我们人也是一样的，在太阳光的照射下，它是可以补钙的。啊，我懂了，我懂。耶，这是嘛呀？耶，这是嘛呀？妖妖，你看我疼了吗？这是嘛呀？感冒了。你哭什么哭？救小儿了，带来救小儿了。嗯，笑什么？小朋友，我来给你断断公道。你是谁呀、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人送外号女诸葛唐妖妖是也。小朋友，你难道不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说一个鸡蛋跑去揍石头，是鸡蛋欺负了石头，还是石头欺负了鸡蛋？是鸡蛋欺负石头啊。那你说是谁受了伤啊？是鸡蛋受伤了呀。哦，是都受伤了，只是鸡蛋比较脆弱。哪里？你刚刚揍了这位叔叔，他也受伤了呀，只是他没哭而已。啊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对不起叔叔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爷爷揍了我，你为什么不说对不起？我什么时候揍你了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呀，我撞了你就等于你撞了我。你看你都在家里怎么呀？儿子，快过年了，咱把头剪了吧。剪头？这么大了，剪头都怕吗？要不要我这么大？必须剪。不剪头，不剪头，不剪头，你是不是要剪头？差评！那你说什么？花100块钱头都白搭。傻孩子，走了。